一年一度的彰化王宫渔火节，7月2号跟3号就要登场了。彰县政府呢，提前在24号特地北上立法院来举行宣传记者会，包括了行政院长林权、立法院长苏嘉全，还有彰化县长魏明谷呢，是诚挚的邀请全国民众，届时都能够来一趟彰化游，体验热闹丰富、摇滚热血的海洋音乐会，以及呢在地的特色美食。蚵仔、蚵仔酥、蚵仔煎，每一道让人垂涎欲滴的美食，都是道地的彰化西南角渔火海之味。行政院长林权、立法院长苏嘉全双拳挂保证，绝对好吃。邀约全国乡亲莅临王宫地区，参加一年一度的王宫渔火节活动，享受道地彰化美食，还有热闹丰富、摇滚热血的海洋音乐会。彰化县政府在7月2号、7月3号啊举办王宫的啊渔火节。那我们渔火节除了说有海洋音乐会以外啊，我们也有美食街哦，在啊王宫体育场周边也有一些美食让大家来品尝。那我们邀请全国的乡亲啊，在7月2号、3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王宫的渔火节。啊，王宫咱办这个节啊，欢迎所有全国哦，我们爱好海边、爱好海鲜所有的乡亲能够到啊这个王宫啊哦王宫啊来啊参与这一场盛会。那我也期待呢，未来我们的每个地方政府有机会啊，都把他们的地方的经济特色能够推出来。立法院很高兴给这样一个空间，那我也很高兴有机会能够参加。我希望透过今天的活动，让我们全国的民众都能够认知到啊王宫地区的这个渔火节的特色。彰化道地海鲜油炸成金黄色外皮，口感酥脆的蚵仔，沾粉油炸成内软外酥的蚵仔酥，或是与鸡蛋勾芡煎出嫩滑的蚵仔煎，都是令人食指大动的彰化在地美食。暑假即将展开，彰化县政府欢迎全国民众都能一同来到彰化王宫，参加2016王宫渔火节，就由王宫一起来。记者熊心怡彰化县采访报道。